看看新闻网。有家室的秀幸福，孤家寡人的张馨予就只能在半夜里感叹忧伤啦。原来向前看三个字是那么难。去年九月宣布跟李晨分手的张馨予，似乎是旧伤难愈，很感怀呀。不过前女友难忘旧情，前男友也颇为挂心呐。在随后的15分钟，李晨也突然发布微博，我该怎么办，疑似是隔空回复。难道这两位是投石问路，预告复合吗？李晨啊，做男人的该先主动，快去捡块心形石头求约会去啊。